点九分。十一点九分，你有看到吗？有啊，有看到。你有看到啊？哎呀，你冇回来掉吧？我，一路将 F B 多个站断来掉。嗯，你看那太阳有二十公斤吗？冇啦。冇。哪样太阳？冇啦。冇安太阳。一百公分有冇？一百公分有冇？一百公分，冇安太吧？哪样太？还用走？用走的，我们一看到猴子，他就用跑的。哦，你们有大叫就对了。我说猴子啊，还有肯定他有看到人吧，又跑掉了，又跑出来。哟，你又问了，昨天下午刚好差不多五点左右哈，那我刚好出来要开车的时候，看到有一只猴子，我以为是台湾猕猴，从那个角度哈跑出来以后哈，瞬间就往后面这户人家的大门进去，就老发觉哎，注意它的长相，今天才发觉哦，原来那是东非的那个慧慧哈跑出来，因为长相不一样。